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早上好，我是爸爸潮人。那现在呢是57分，好，今天是2023年的5月11号，礼拜四。好，今天的话呢，比较晚到公司啊。好，因为本来早上很早就要出门了，好，结果没想到临时接到一个任务。好，就是因为我们通常都跟我老婆轮流嘛，就是我要么接女儿，要么接儿子。好，然后我老婆希望说我两个孩子同时送，哇，晕倒了，我的儿子，好，就是比较会拖，所以整个时间上都拖到，而且他今天早上的时候还在那里挑那个宝可梦，好，他想要跟他的好朋友交换的宝可梦，好，所以就耽误到现在了，但是也无所谓了，好，因为成长也只有一次，就是这样子慢慢的陪着他也不错。嗨，淑英早。早。好了，那每次上班打卡都会看到这个美食，好，这个黄虾酱深海鱿鱼在里面，好，看着看着真的好想吃啊。好，但是平常呢下班的时间好比较晚一点点，好，所以就比较没有什么机会安排去吃，好，但是希望周末的时候呢，好，就可以挪出个空档，好，再去那个门店那边去做一个品尝。好了，先就到这边，各位朋友祝福你们有个愉快的一天，拜拜。